第十二题，如下图所示，天平两盘原放置相同的烧杯与水量，且达平衡。若将甲物体放入左盘之烧杯内，乙物体放入右盘之烧杯内，天平也恰成平衡，则甲乙两物体何者密度较大？我们从图上看到，原来的烧杯跟水质量相同，放入我们的甲乙两物体之后，质量还是相同。那我们的密度公式是 D 等于 V 分之 N， 可是我们的质量是一样的，所以体积如果比较大的，密度就会比较小；体积如果比较小的，密度就会比较大。那我们看到图上面，甲的体积比较小，乙的体积比较大，所以甲的密度较大，而乙的密度较小，所以第十二题问我们说，则甲乙两物体何者密度较大？我们答案选的是 A， 甲。